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七课的应用文部分。日本人の人間関係、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旅の恥は書き捨てと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という表示内容。ことわざ指的是谚语。有这么一个谚语叫做出门在外不怕丢丑。旅に出たら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許されるという意味だ。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呢？という意味だ。对它进行了解释。旅に出る指的是出去旅行。出去旅行的时候，たら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后。一旦出了门，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表示无论做什么事情，許される，别人都会原谅你的。整句话的意思是。出门在外不怕丢丑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旦出门旅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原谅的。后面对这种原因进行了解释。昔の日本ではそれほど簡単に旅に出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在以前的日本古时候的日本それほど表示的是程度。簡単に简单。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表示这件事情做不了。在古时候的日本出门旅行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くの人は生まれた土地を離れることなく死ぬまで同じところに住みその上厳しい上下関係の中に生きていた。多くの人是主语。有许多的人生まれた土地を離れる离开出生地。ことなく可以理解为ことがない没有这样的事情。死ぬまで直到死亡。同じところに住む住在同一个地方。住み是 mas 型做中顿来用。その上而且厳しい上下関係の中に生活在严格的上下关系中。上下関係这个上和下在学习敬语的时候经常要用。目上の人、目下の人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有许多的人一生从未离开过出生地一生住在同一个地方直至去世而且生活在严格的上下关系中。だから旅行はその枠から出られる。ただ、一つの機会だったわけだ。わけだ。在学习本文的时候已经接触过了。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旅行是唯一可以从那种束缚关系中摆脱出来的机会。その枠から。枠指的是、方框、范围。から、表示的是从。出られる是出る的可能性表示能够从那种束缚的框框中摆脱出来。ただ指一つの機会唯一的一个机会。在这句话中的枠它表示的是限制的范围界限圈子。例如彼の行いは常識の枠を超えている。他的行为超出了常识的范围。なかなか規制の枠から抜け出せない。很难从现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旧来の思考の枠を打ち破る。破除旧想法的圈子。枠还有表示框、架子、轮廓等等的意思。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这句话中旅行はその枠から出られる的から表示的是脱离的场所。から可以表示从某种不好的状态或事件中摆脱出来。現在の都会生活は自然の過酷さから人間を守り、一年中快適な生活環境を提供してくれるが、そうした中で生きる人間は
果たして心身ともに健康であるのだろうか。现在的都市生活保护了人类，使其免遭严酷的自然的影响，一年四季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我怀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身心究竟能不能保持健康呢？しばらくピアノの練習から遠のいていたので、指が思うように動かなくなった。由于好久没有练钢琴的缘故，手指都有点不听使唤了。人間の生活は自然との戦いから始ま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戦いといっても、最初は自然の厳しさからどのように身を守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都说人的生活是从同自然做斗争开始的。其实说是斗争，最初也就是指人如何远离严酷的自然，保护自己免遭其影响。下面请同学们翻到第173页，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课后练习。第五大题的第三小题，卡拉。第一句，人間が、人类，自由な時間を持つことは、拥有自由的时间。何よりも、比什么都重要。人間にとって望ましいことだ。对于人类来说是最最理想的。在这句话中，大家可以填仕事ばかりな生活から，从繁忙的工作中去取得这么一点自由的时间。那如果想说从什么什么时间开始，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要拥有自由的时间，就可以用子供時代から。第二句，この10年の間に，在这十年间，中国の自動車産業は、中国的汽车产业、基礎を固めながら、一边巩固基础、一边安定した高度成長期に突入した。进入了稳定的高度成长期。其实没有这个括号，整句话也是成立的。在这十年间，中国的汽车产业不停地巩固基础，进入到了稳定的高度成长期中。所以括号中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同样，如果想说卡拉脱离的意思的话，可以填入発展のない状況から，从没有任何发展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高度成长期。如果你想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卡拉，从哪里哪里引入什么什么的话，可以填入外国から技術を導入し，从外国引进了很多的技术。第三题，どうしたらよいと思いますか？你认为该怎么办呢？前面有个には，には表示目的，为了做什么，你觉得怎样合适呢？你有什么建议吗？所以前面可以填挺多东西的，可以说为了摆脱无趣的生活，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つまらない生活から出るにはどうしたらよいと思いますか？我该怎么办呢？第四句，ゆとりある生活が送れるように頑張ろう。頑張ろう是个人的意志型，我想要努力，让我们努力吧。努力的目的是什么呢？ように前面表示的是目的。ゆとりある生活，宽裕的生活，这个不光光指的是金钱方面的，也指的是时间方面的。送れる是送る的能动态，表示可能。为了过上宽裕的生活而努力，前面可以说我们要摆脱贫困的生活。貧しい生活から出て、ゆとりある生活が送れるように頑張ろう。
脱贫致富，我要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努力。第五题，ちびちび節約しても。ちびちび指的是一点点，一点点节约下来，即使是这样。もっと貧乏臭くなるだけだ。貧乏臭，它指的是贫困。もっと什么什么なる，变得更加贫困。だけだ表示只是。どころか，意思是哪里是，非但，是对前面一句进行强烈的否定。经常有一句话说，钱不是省下来的，钱是赚出来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体现了这么一个意思。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贫困。越抠门的人，他越难摆脱自己这种凡事都节约的这么一种想法。这句话可以写，即使你一点点节约下来的话，也不可能从贫困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的。我们把这句话填进去。ちびちび節約しても、貧乏な生活から出るどころか、もっと貧乏臭くなるだけだ。哪怕你一点点节约，哪里能摆脱贫困的生活呢？只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贫困。下面我们继续回到应用文中。それで、旅に出たら、少しぐらいの自由は許してもよいと考えたのだろう。因此、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可以允许他有一点自由。少しぐらいの自由、稍微一点点的自由。許してもよい。てもよい表示可以，相当于てもいい，可以允许，可以给予一点点的自由。第二段，ブレーコという言葉もある。还有一个词叫做ブレーコ，翻译成中文叫做不拘礼节。今日はブレーコで飲もうと言えば、その時だけは相手が自分より上か下かなどは忘れ、失礼があっても少しぐらいなら気にせず付き合うことができる。如果有人跟你说，今日はブレーコで飲もう，今天不拘礼节，开怀畅饮吧。那么その時だけは，那个时候，仅限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気にせず。せず是する的否定型，相当于気にしないで。気にする表示在意，那么気にしないで当然是不在意的意思。可以不在意一些东西，付き合うことができる，来进行交往，就是仅仅在这个时候可以不在意一些东西。可以不在意什么呢？相手が自分より上か下かなどは忘れ，忘记对方比自己的地位要高或者是要低。失礼があっても，即使有失礼的地方，有不礼貌的地方，少しぐらいなら，一点点失礼的地方的话也是可以不在乎的。整句话我们来翻译一下，那就意味着限于这个时候可以忘掉对方的地位比自己高或者低，相处中哪怕有一点不礼貌，只要不过分也就不计较了。今日はブレーコで飲もう。这句话中的ブ是接头词，接在名词或者形容动词词干前面，表示でない。什么什么が良くない。例如，不遠慮，一点不客气。不撒谎，没规矩，鲁莽。不難，没有问题。不知，平平安安。不愛想，待人轻慢。无这个字还可以读成無，表示その状態がない，不处于那种状态。そのものが存在しない，那样的东西不存在。例如無意味，没有任何意义。無免許，无照。無資格，没有资格。無意識，无意识的。与不同样表示否定的接头词还有不写成不，不要的不。
还有 he 写成非。例如不用心不安全不器用不灵活不器密毛骨悚然不卡狗样子不好看。不这个词也可以读成夫。例如不安奶不尿意不宁就不信切词。和非 he 一起用的词语有非公式非正式非常式缺乏常识非能率没有效率非公开未公开的非課税所得非赋税所得非合法不合法非科学的不科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句。1日3食、皆学校の食堂でするのでは不経済ですね。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的话太不经济了，就是太不节约了。のでは表示如果这样的话，通常用于マイナスの否定的消极的这样的东西。2. あの人は健康のことにひたすらとらわれて病的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本人はそれにまだ無自覚な状態だ。他这个人太过注意自己的健康，都已经成病态了。只有他本人没有意识到。3. 神のたたりなんてまだそんな非科学的なことを信じているのか。什么神在作祟，你还在相信这些不科学的事情吗？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宝くじが当たったとしたらどうする？1のんびり旅行がしたいな。2よかったね、おめでとう。3あの店はよく当たりますよ。
しかし、この時が過ぎれば、また厳しい上下関係に戻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但是过了这个时候的话，又必须重新回到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去。しっかりと決められた社会の枠が壊れずに長く続いたのは、ブレーコのような息抜きが時々あったからなのだろう。作者进行了他的猜测。他说，这种严格的社会规矩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延续至今，也许是因为经常有不拘礼节这样喘息的机会吧。しっかりと，很严格的，決められた社会の枠，其实指的就是上下関係，或者是厳しい上下関係，很严格的上下关系。ブレーコのような，什么什么的ような，它指的是例如像ブレーコ这样的。息抜きが指的是喘息的时间。時々あったから，这里的から表示的是原因，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吧。現代の日本では、社会全体としての上下関係は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とは言うものの、昔とはまた違った集団の秩序がしっかりと出来上がっている。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有个转折、叫做ものの。ものの表示的是虽然。虽然、社会全体としての上下関係。有一种上下关系基本上没有了。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基本上没有了。怎么样的上下关系呢？是、社会全体としての，作为整个社会的上下关系是没有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以前有大名、武士、平民，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那现在没有了。とはいうものの，转折说的是虽然。昔とは違った集団の秩序，有一种集团的秩序。这个集团的秩序呢是跟古时候不同的。しっかりと出来上がっている。又牢固的形成了。整句话可以翻成，在现代社会，虽然说作为整个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几乎是不复存在了。然而跟古时候不同的集体秩序又牢固的形成了。所谓集体秩序，他后面又讲了，その集団の一つは会社である。这种集体之一便是公司。在公司这个小范围内，它其实是有严格的上下关系的。比如说社长，往下往下一直到最下面的普通的社员，他们是存在的一个上下关系。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ものの表示转折的用法。ものの它表示的是虽然、但是，叙述过去或者现在的状况，后续、但是、怎么怎么的句子，后面的部分都为表示从前面所预测的事一般没有发生或根本不可能发生之意的表达方式。例如，輸入果物は高いものの珍しいらしく人気があってよく売れる。进口水果虽然贵，但是似乎因为很少见，所以很受欢迎，非常好卖。新しい登山靴を買ったものの、忙しくてまだ一度も山へ行っていない。虽然买了新的登山靴，但是忙得一次也没有去登过山。今日中にこの仕事をやりますと言ったものの、とてもできそうにない。虽然说了今天之内我要完成这项工作，但看样子不太可能。自然の多い郊外に家を買ったものの、休みの日は寝てばかりだ。虽然在郊外的风景区买了房子，但休息的时候竟睡觉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とはいうものの。とはいうものの表示和一般所推测的是不符这样的意思。例如、4月とはいうものの
風が冷たく、桜もまだだ。虽说是四月了，但风还是很凉。樱花也没有开。相手は子供とは言うものの、なかなか手ごわい。虽说对手是个孩子，但是很难对付。石の上にも三年とは言うものの、こんなに訓練が厳しくてはやめたくなる。虽说是公道自然成，但是训练这么严格，都不想干了。人間は平等だとは言うものの、この世は不平等なことばかりだ。说是人人平等，但是这世上尽是些不平等的事儿。例句一，它的意思是四月一般很暖和，是樱花开放的季节，但是今年却并非如此。在例句三中，接在成语后面使用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とは言うものの也可以作为接续词，接在两个句子之间。例如，大学時代は英文学専攻だった。とは言うものの、英語はほとんど喋れない。我虽然在大学专攻英国文学，但是英语几乎不会说。車庫付きの家も買ったし、すっかり結婚の準備は整っている。とは言うものの、肝心の結婚相手が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ないのが悩みだ。既买了带车库的房子，又完全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但是让人苦恼的是，最重要的结婚对象还没有找到。在这两个例句中，とは言うものの可以翻译成说是那么说，可是表示从前面事项所预想到的不同的事态仍持续着。我们继续回到课文中。这种集团之一便是公司，那么在公司里怎么样呢？会社の中では相変わらず社長、部長、課長、平社員という秩序が厳しく守られ、それを乱そうとする者はあまりいない。在公司里依然严格地遵守着社长、部长、科长、普通社员这一秩序，想要打乱这一秩序的人似乎不太有。乱そうとする、ようとする、想要怎么怎么做。ところが、但是、会社の中の人間関係は気にかけるのに、会社の外の人に対しては関心を持たない人も多い。但是、出现了一个现象、有许多人虽然对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十分的注意，可是对公司外部的人却毫不关心。気にかける表示的是注意。関心を持たない表示的是不关心。関心を持つ则表示关心、有兴趣。文中也举了一个例子。電車の中でお年寄りが立っていっても知らないふりをしていながら、自分の先輩や会社の上司が乗ってくると、慌てて席を譲ったりすることさえある。さえ表示的是甚至于。什么什么ことある有这么一个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有的人在电车里明明看到老年人站着却装作不知道。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或者公司的上司上车时却急忙让座。お年寄りが立っている。老年人站着。知らないふりをする。ふり表示的是什么什么的样子，装作不知。这里的ながら表示的是转折。自分の先輩や会社の上司が乗ってくると。这里用了てくる，因为是由远及近。它是从没有上车的状态到上车，然后走向我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指的是让座位的这个我。慌てて席を譲る，指的是让座。他里する，
例举，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而已。お年寄りが立っていても知らないふりをしていながら。ふりをする表示装作、假装。接在名词加の或者是动词连体型的后面。一般用在不好的场合。例如。一、寝たふりをする。假装睡觉的样子。二、眠っているふりをしながら人の話を聞いている。一边假装熟睡的样子，一边听着人们的谈话。三、知っているのに知らないふりをしている。明明知道还假装不知道。身振り、姿势。手振り、手势。这样的单词中，名词加上振り都成一个独立的单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课后的练习，请同学们翻到课后第173页，第五大题的第四小题，用振りをする完成句子。第一题，実は漫画を読んでいます。实际上在看漫画。那么前面可以说，假装在做作业，其实是在看漫画。宿題をしている振りをして。或者勉強するふりをして。第二题。とても感動したのに。明明非常的感动。那么后面就要写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平気なふりをしている。或者知らんふりをする。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感觉。第三题。部屋にいるのに。明明在房间里的。電話に出ようとしない。電話に出る表示接听电话。ようとしない表示没有要进行该动作的一种打算。明明在房间里面却不接电话。那么他要装作什么呢？装作不在家的样子。留守のふりをして。第四题。本当は元気なのに。明明非常的健康的。却要装作生病的样子。病気のふりをする。或者病気になったふりをしている。第五题。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做错事。親に叱られたことも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わけではない表示并不是。こともない表示没有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时候做错事情也会被大人训斥的。そんな時は、那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装作非常老实的样子，对吧？认错。おとなしいふりをした。或者是那个时候要装作非常乖。わかったふりをした。我知道了，下回不会再犯了，这样。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このペン、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よろしいですか？ 1. ええ、どうぞ。 2. ああ、どうも。 3. いえ、結構で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このような態度は、内と外という関係から説明できる。から表示从。从哪一个角度呢？这种态度可以从内和外的关系来说明。那么这里内是什么？外又是什么呢？自分の属している社会を内と言い。自己所属的这个。小社会、小范围被称为内。うちのものに対しては、規律正しくその秩序を守るようにする。ようにする表示的是要做到怎么怎么样。对内的人要做到纪律严明、维护秩序。那么对外面的人该怎么办呢？一方表示的是另一方面。外に対しては、对于外的人的话，うちに対するほどの関心を持たない。ほどない表示不如，对于外面的人却不如对内的人那么关心了。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外国人のことを外人と言うが、これもやはり同じような意識から出た言葉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外国人通常会被称为外人、外人。这种说法恐怕也是出于同样意识的语言吧。同じような意識指的是什么样的意識呢？指的是内和外这种意識。ではないだろうか表示的一种比较委婉的判断。也许恐怕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吧。何年日本に住んでいようと。日本人より日本的であろうと。不管你是在日本住了多久，也不管你比日本人还要像日本人。いつまでも外人と呼ばれるという嘆き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有人这样叹息。叹息什么呢？无论在日本住了多么久，无论比日本人还要像日本人，仍然永远被称为是外人。
这句话中的一个语法点是よど、よど。推量助动词的よど，或者是推量型う加と，表示无论何种情况，结果都是相同的，或者表示无论你做什么，都与我没有关系。所举的例子可以是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也可以是同种性质的事情。如果接在体形形容动词后面的话，就要用 dialogo dialogo 的形式。这里的 dialogo 是判断 da 的近体 dialu， 而 u 呢是推量助动词，所以 dialogo 就是这样形成的。接在形容词后面的话，就要变成 calodo。看一下这个句型的例句。1. 努力しようと怠けようと結果がすべてだ。不管是努力还是偷懒，结果就是一切。あなたが泣こうと、わめこうと、僕には関係ない。不管你是哭也好，叫也好，和我都是没有关系的。3.行こうとやめようと、私の勝手だ。去也好，不去也好，是我自己的事情。4. 遊ぼうと、勉強しようと、お好きな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玩也好，学习也好，喜欢怎样就怎样吧。5. 煮て食おうと、焼いて食おうと、ご自由に。煮着吃也行，烤着吃也行，请随意。在以上的例句中，よどよど它是重复的叙述了正反两面或者表示类似意思的事情，表示做什么都没关系，是自由的事情，或者表示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与其无关，后面的事情照样会成立。如果只用一个よ也是可以的，翻译成不管。例如1.何をしようと私の自由でしょう。不管干什么是我的自由。2. どこへ行こうとあなたの勝手です。要去什么地方是你自己的事情。3. どんなにバカにされようと腹を立てるでもなく彼はひたすら働いている。不管别人怎么歧视他都不生气，就一个劲儿地干活。像这种句子呢，后半部分通常会接勝手だ、自由だ、関係ない这样的表达形式。我们再来补充一个よどまいど，表示做不做都怎么怎么。这里的まい是否定型，相当于ない，只是它前面要接动词的原型。例如1.行こうと行くまいどあなたの自由だ。去不去是你的自由。2. たくさん食べようと、食べまいと、料金は同じだ。吃多、吃少、价钱都是一样的。3. 君が彼女に会おうと、会うまいと、僕には関係のないことだ。你和他见不见面和我都没有关系。下面请同学们翻到课后的练习，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第174页第五大题的第五小题，用よどよど完成句子。第一句，この魚を，把这个鱼怎么怎么样，お好きな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你随意。我们可以接把这条鱼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随你自己吧。この魚を煮ようと焼こうとお好きな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第二句，こんなに道が混んでいるのでは，如果这个道路这么拥挤的话，遅れ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肯定是会迟到的。道路如此拥挤，不管你是坐 taxi 或者是你走，都是要迟到的。可以填入 taxi に乗ろうと、歩こうと、遅れ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
第三句。君が、你、怎么怎么。どこまでも追いかけていくぞ。追いかけていく、我都会追赶的。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都会去追赶你的。里面可以填进去，你是藏起来也好，你是逃走也好，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会去追赶你的。君が隠れようと、逃げようと、どこまでも追いかけていくぞ。第四题。人を噛む犬であれば。如果是咬人的狗的话。それが、すべて打つべきものだ。ものだ表示应该。所有的都是应该要打的。只要是咬人的狗，不管家养的还是野狗，都是要打的。可以填入。飼い犬であろうと、野良犬であろうと。飼い犬指的是家养的狗。野良犬指的是野狗。第五题。彼は毎日運動を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る。他每天都坚持运动。那么可以说不管是忙还是空。忙しかろうと、暇であろうと。也可以说不管好的天气啊还是下雨的天气。天気であろうと、雨であろうと。这里的天气指的就是晴れる日。大家也可以填晴れであろうと、雨であろうと。也是可以的。日本人は確かに大変丁寧だが、ただし、それはお客様に対する丁寧さであって、自分たちの社会には決して入れてくれないという嘆きだ。嘆き之前已经出现过了，是一种叹息。这种叹息的意思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确是彬彬有礼的，不过这无非是一种对客人的礼貌，而绝不会把你接纳到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去。ただし指的是只不过的意思。入れてくれない，日本人不会把外国人接纳到日本的社会中去。てくれない。よそ者というわけである。因为你是外来者。わけ讲的是原因。このように外のものをなかなかうちへ入れようとしないのは、しっかりと出来上がったうちの秩序が乱されはしないかと心配し、入れないことで、うち社会を壊すまいとしているからなのだろうが、これは日本だけのことだろうか。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不大愿意把外人接纳到内部来，也许是因为担心牢固的形成的内部的这样的一种秩序会遭到破坏。他们那样做，就是为了防止内部社会遭到破坏。但是这种情况难道唯有在日本存在吗？作者其实想说，像外国人的话，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那么其他国家难道内部不会遭到破坏吗？其实还是源自于日本的一种传统的意识吧。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长句子。このように，像这样，像哪样呢？如果要具体解释的话，就是对外面的人非常的彬彬有礼，但是呢，不把你接纳到日本的社会中。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就是外のものをなかなかうちへ入れようとしない。ようとする也是表示的是想要做某件事情。しっかりと出来上がったうちの秩序，牢固形成了的内部的这样一种秩序。乱されはしないかと心配し。心配担心，担心的内容是乱されはしないか，会不会遭到破坏呢？他用了一个不确定。入れないことで，什么什么ことで前面加动词，表示的是通过这件事情，通过不把外国人接纳到内部来这么一件事情而做到什么什么。うち社会を壊すまいとしている。まいとする也是一个新的语法点，它表示的是不想做什么什么，大家可以理解为しないとしている，
不想怎么怎么做。卡拉表示原因，なのだろう是なのだ加上でしょう构成的。なのだ表示的是强调，でしょう是一种也许是这样吧。这里的啊指的是但是，是用于转折的。虽然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これは日本だけのことだろうか？这种情况难道唯有在日本存在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y とする这个句型。my 是否定推量助动词，它表示的是否定的一种意志。my 接在动词、动词型助动词、终止型后面。一段动词也可以接在未然型后面。サ变动词可以是すまい。my とする它属于书面语，意思是ないようにする，表示主语努力不让某件事情发生。例如笑うまいとする讲的是主语努力的抑制着自己想笑的念头。まいとして的场合的话可以省略して、まいと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例句。銃を奪われまいとして争いになった。为了不让对方把枪夺去而进行了争斗。你夏子は泣く前として歯を食いしばった。夏子为了不哭出来而拼命咬牙忍耐着。三、家族のものを心配させまいとする気持ちから会社を辞めたことは言わずに置いた。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而没有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他们。表示不想让什么什么发生而怎么怎么样的意思。例句一也可以说成銃を奪われまいと争いになった。在这句话中まいとして省略了して变成了まいと，这样也是可以的。下面请同学们翻到课后的174页，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第五大题第六小题，用まいとする来完成句子。第一题，気持ちだったので，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会社を辞めたことは言わなかったのだ。我没有跟他们说我已经辞职了这件事情。这句话可以说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家族を心配させまいとする気持ちだったので。前面是做定语的。所以在気持ち前面要用连体型。第二题，けれど，但是，やはりあの子のことが気になって眠れない。我仍然比较在意那个孩子的事情，所以呢，晚上睡不着觉。可以说，我不想让自己太担心。心配するまいとしたけれど。第三题，隠そうとすると想要掩盖。かえて反而，想要掩盖反而被大家都知道了。可以说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谎言。嘘を知られまいとして。第四句，が用于转折。息子の顔を見ると，一看到儿子的脸，我慢できず，没法忍受。できず是できない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つい表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声で怒鳴りつけてしまった。我大声的训斥了他。那么前面可以说，我想要让自己不要生气的。怒る前としたが。但是一看见儿子就没能忍住，大声地训斥了他。第五题，あれこれと努力してみたが，进行了非常多的努力，多方努力，やっぱりダメだった，还是失败了。前面可以说失敗する前として，想不失败的，或者说想不要忘记，比如说记单词时
想尽办法去记住，不要忘了。忘れないとして，但是呢，还是不行。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